再想他，会否先来信笺，岁末寒暄淡停住在我窗前。落花藏一枝离人远，却明知隔川遥相看。一些在一梦里听不到一阵切，是谁还在唱着明月啊共婵娟。若说此生相逢在人间，只怕是一场好，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专业性看京剧的微信公众平台。首先我们打开微信，点击右上角的加号，选择添加朋友，再点击底部的公众号，然后输入京剧七八，京剧七八，记得是拼音京剧七八，然后点击搜索，然后点击京剧名段名家，然后再点击关注，关注完之后底部有一个菜单京剧，然后点击进去，这里边都是京剧的名家名段，赶紧进来观看吧。